身陷劈腿轮回 Kid 被甩没瘦还肿一圈。Kid 和许维恩分手超过五个月，两人至今维持友好关系，频频互动让网友雾里看花。过去 Kid 就传出曾让许维恩的前夫 Alex 疑似绿绿的，如今女神又被爆料与师弟绿瑞有一腿，是说这现世报是不是来得太快？被甩依旧双下巴，绿云 Kid 肿脸有小胖 feel。虽然 Kid 曾让许维恩的前夫 Alex 疑似绿绿的，如今他也现实报许维恩转爱师弟。宣告单身的他竟然没有暴瘦，除了公开放话要打上雨薇，脸也渐渐横向发展，眼睛都快陷进肉里，乍看由中小胖老师袁为人或小胖林玉群的 feel。